Hello，我是扫描妞呆。台版最近要上这个潜水艇的建造，那潜水艇究竟哪些呢？主要是两金三紫，那两只 U 系列的，然后三只 E 系列的。那 E 系列就是30分钟嘛，那 U 系列的就是十几分钟。那本次的大奖，我最推荐的就是两只金皮，金皮潜艇基本上都可以用。那紫皮这边 U522 其实也是非常好用的一艘船。那剩下这两只 E 系列纯粹是用来卖萌的。那接下来我会帮你分析说这三艘潜水艇我会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U101， 它第一个技能呢是增加自己的命中，再来在瞄见位置的时候它会靠前进行攻击，这靠前非常非常的前面。那18秒之后呢它会回到原来的位置，瞄见就是上下这两个位置会靠前去做攻击，这有好处，好处是它靠前那命中敌人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高。那坏处就是因为它这个鱼雷是有射角的，一旦这个角度过大，可能是比较下面的敌人，它就无法去判定，无法去做出射击的动作，所以有好处也有坏处。那好处当然是增加它这个命中率。好，第二个技能就是狼群的技能，这个每个铁血应该都会有这个技能，不过它是比较进阶的，铁血潜艇你都会增加7发挥别率哦，而且自身会增加对于驱逐还有侵群的伤害。那最后都是一样，铁血潜水艇每增加一只就会增加自己的雷装还有装填，这些应该都是基本的狼群效益，所以你的铁血潜水艇组的越多，那这个 buff 增加的这个属性就会越多。好，接着我们看回去装备，我是比较推荐这个954，然后彩棒跟这个氧气管这是应该是必备的。为什么我会推荐954呢？因为我刚刚说了，它之前如果非常靠前的话会有一个射角的问题，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磁雷，当然射角会比较小，等于说它也有比较小的几率会打不到敌人，不在这个敌人的范围之内，所以射角比较大，当然会比较让它能够索取到敌人，能够有效去做进攻，而且敌人都那么近了，使用954鱼雷，这个鱼雷速度非常快，要命中对方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你用磁雷也没有问题啦，那如果没有磁雷的话，用954鱼雷也是可以的。好，接着看一下 U522 有个技能，这个外洋支援呢虽然说会增加自己的潜航力 20， 不过这个技能最主要就是当如果我们去打比如说像打王打一般其他在支援范围以外的怪的时候，那是不是没办法召唤，不过利用这个技能的话，只要 U52 在这个潜水艇的阵容里面，这个技能就可以在支援范围以外我们可以免费召唤一次，这有时很好用哦，在打王的时候不见得潜水艇在我们的附近，那利用这个潜水艇在正中，我们可以在打王的时候直接召唤出来，这样可以省去我们把这个潜水艇开到王附近的这个油耗。在长期周回的时候，其实我蛮喜欢用 U522， 因为有时候王出现的那个位置不固定，那如果又要每次都要开到王附近去打王的话，其实对油耗本身也是相当大的一个负担，那用这艘船的话就可以省去不必要的油耗。那另外一个就是铁血常见的这个狼群效益，就是铁血潜水艇每增加一只就会增加自己的雷装命中，这些其实铁血潜水艇都有这种狼群的技能。那装备也很简单，就是磁雷然后彩棒跟氧气管，那副炮就随便啦，基本上就是选磁雷，因为它的位置比较偏后，所以用磁雷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命中的几率。好，最后是我们的 E168， 第一个红技对于航母的增伤有 20%， 很简单，直接对航母增伤 20%。 再来自己上浮的时候会展开一个必定暴击的特殊鱼雷弹幕，当然进场有特殊鱼雷弹幕，那离场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特殊鱼雷弹幕，那这个技能必定要练满，因为这个弹幕的伤害跟这个等级是成正比的，当然打航母的伤害也是会有必要去把它提高的。另外一个它这个也是低速鱼雷，跟我们119一样，鱼雷速度会变慢，那携带子伤害会变得比较高，这个技能应该也是要把它点满的，这是增加它对这个鱼雷输出最好用的一个技能。那装备方面，因为鱼雷速度会变慢，所以基本上就是只有推荐这个954酸素鱼雷，因为954酸素鱼雷的基本航速比较快，这个E系列的基本上都是配954，然后彩棒跟氧气管这都跑不掉了。好，那最后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齿到底该不该建？如果你是课长级的话，你是收藏爱好者，你要建好建满，这是一定的。
那如果你只是无氪玩家或是小氪玩家，基本上稍微丢一点就好，10兆20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每日一兆也是可以。当然能够建出这个 U 系列的潜水艇，那非常非常的好。或是这个金皮的168，其实也是可以堪用。千万千万不要去投铁，把所有资源都造在这个身上，因为基本上好用的潜水艇都在大型的活动里面会登场，你不如把这个资源省下来给大型的建造活动，还比较好一点。因为现在日版正复刻这个 U101，也就是说台版7月初才要上市的这个先行建造，明年的今天也有可能会复刻。到时候如果你有缺的话，到时候复刻再回来建也不迟。那如果有氪金的玩家呢，我是劝你在有 pick up 的时候，限定建造的时候赶快把它入手，因为如果到时候他入了这个特型池的话，这个特型池非常非常的毒。如果你只是单独想要拼个 U 系列啊，拼个168，这个可能要花的比现实建造还要多的资源。有能力的话，最好是在 pick up 的时候就先建好建满。好了，以上是这一次针对这个台版潜水艇先行建造的一个分析。那我是邵明龙，我们下次见了，拜拜。